片韭菜怎么就长一半？上次种了一大片就长一半。这几个，这三颗苦瓜也没看到。这三颗苦瓜虽然长这么小，但是也长好多果子。哎，这边好几个，这边都长了三个。这个小小的长得特别可爱，这个苦瓜稍微大一点点，像这种大的都用袋子包起来保护起来。看这每一个可爱的瓜心情很好，特别好。上次前段时间买的虾米，今天就做一个蒜苔虾米，简单又下饭的。有些人也叫这个叫虾皮，我都叫这个叫虾米。看这个鱼竿跳出来，还有一些小鱼竿啊，给小猫吃。这个虾米很不错，一斤45，还吃起来很甜，就是有点咸味呀。有点咸，我要用这个水冲冲，要不然会太咸。哇，还有小螃蟹。拿去稍微再浸泡一会儿。我一直以为早上去买的是蒜苔，结果刚才去洗的时候才发现是九分，也不知道我今天在咸什么。都菜都买错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九分炒虾米也很好吃，很香。葱末爆香一下，还有辣椒末，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。炒出来的味道也很香，好，可以出锅了。喜欢虾米配粥是绝配。你们先尝一口，炎热的天气就是要多喝粥。配粥太好吃了。我这个煮一顿可以配几顿，晚上也可以配啊，明天早上也可以配。
嗯，我发现结婚店煮起来比蒜苔更香。好吃了，一会儿时间一大碗都吃完了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